同学们好，我们今天开始呢上新的一篇，在这之前呢把十一篇做一下小结。十一篇的内容我们说呢它脱简的比较多，特别是五脏的中风和重寒的部分，我给大家呢从概念上呢做了一下简要的介绍。主要的内容呢应该侧重在五脏病的举例上，那么实际上五脏病呢它缺少肺脏的这个论述。我们呢把这个胁哭的内容给大家补充进来，所以呢也是个五个病症。首先说肝浊的概念，因肝脉呢不邪若胸，有病邪流滞浮浊而得名。以胸胁痞闷不舒，甚则刺痛，并常欲导其胸上或欲引热为特征的一类疾病。病因病机呢就是肝脏受邪疏泄食指，则影响肝的经脉，以致呢气血瘀滞，浊而不行。临床特征呢就是其人常欲导其胸上，先味苦食，但欲引热。玄武花汤呢提出了行气活血通阳散结的这个治法，这是有关第七条的分析。肾浊，寒湿之邪逼浊于肾的外腑腰部而得名，以腰痛腰冷腰重形如水状为主症的一类疾病。病因病机呢就是身劳汗出，衣里冷湿，久久得之，所以久久二字呢来说明寒湿之邪，它一定呢得是经过一段的时日，特别是呢自己的正气不足才能够邪侵，邪侵的部位一定是腰部，所以寒湿之邪必着于腰部，阳气不行。临床特征，我们把这个条文呢给大家串解了一下子，就是腰以下冷痛腰重，如带五钱钱，冷痛重，那么身体重腰中冷，如坐水中，形如水状，反不可，小便自利，饮食如故。我们给大家概括了四有症，包括心入水状；三无症就是不可、无小便不利、无饮食不欲，是吧？症治上就是干姜灵竹汤，请大家注意，这肝一定得是标志成甘草啊，不能把它写成干姜，一下丢了一味药。后世呢就称它为肾浊汤，温中散寒，健脾除湿，从中焦而治，是吧？那么脾瘀呢，咱们在课堂上时间的关系没有讲，我用这个小节给大家归纳一下，实际上和伤寒论的这个认识是一致的。概念，因胃强脾弱所致小便涩，大便尖，浮阳脉浮而涩为主症的一类疾病。在病因病机上呢，认为脾的转输功能被胃热所约束，所以起名叫脾瘀，不能为胃行其津液，津液偏渗膀胱，致肠道湿濡，所以大便怎么样呢，就是燥啊。那么麻子仁丸就有泻热润燥、缓通大便的作用。心伤，这个病因病机呢就是给大家补充进来，就是情志劳倦，耗伤了心气心血，阴火上浮而清气下陷。这个临床特征呢就是劳倦，面头面赤而下重，心中痛，而且我给大家补充了千金的看法，认为心中痛彻背而自烦发热脉弦。胁哭的概念就是指因血气虚少所致，以无故悲伤哭泣为主症的一类疾病啊。在病因病机上呢，我首先说了生理，就是素问呢给归纳的人的精神魂魄同主于心，那么血虚呢则肝不藏魂，气少则肺不藏魄，血气虚少则心神不足，指精神离散，魂魄往形，甚则呢发生癫狂。关于癫狂的认识就是看大家的那个选注啊。三焦病症的举例，热在上焦因咳为肺痿，热在中焦大便尖，热在下焦小便上表现为尿血淋闭不通，大肠呢如果有寒则恶溏，有热便肠垢，小肠有寒下重便血，有热必滞。最后呢对积聚骨气啊做了鉴别，这个呢我就是根据难经的啊，这个归纳是吧？有形之邪病在脏，痛有定处，退之不宜，病未深，而且在血分，比较难治。那么聚呢，就是无形之气，病在腑，痛无定处，推之则宜，病未较浅，在气分，较易治。这个地方你看着很浅显，在当时的话呢，作为仲景能够在难经的基础上，把它呢就是积聚征甲这一类的，怎么做一个一般性的鉴别？在目前呢对于肿瘤这部分的认识，我觉得呢初次是吧，做一个基本的鉴别，这是很有用的。骨气是骨气呢壅塞脾胃，肝气郁结而胁下痛，无形之邪按之痛呢暂缓，气复结而痛再作，
必消其骨气以根治。这个呢，我课堂上已经拿它和素食做了一下对比。这个十一篇的内容就这样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接下来讲第十二篇《痰饮咳嗽病篇》，也是全书呢一个重大篇章，而且呢，它包含的内容啊比较广泛，涉及的条文41条，我呢将用这个6个学时啊，争取讲30几条吧，啊。这个呢，在讲解的过程中，就是需要串讲啊，需要串讲，这样呢，把条文呢能够主题鲜明。本篇呢就讲了痰饮病啊，这个为什么还要提到咳嗽？我们在第7篇呢已经专门讲了肺系疾患里面的有关咳嗽病症，特别还有咳嗽上气涉及肺脏的内容。而这个里面呢，它特指的这个咳嗽一定是和痰饮相关的啊。是痰饮所致的一类咳嗽。那么大家会想啊，我上次讲肺脏的话，讲咳嗽上气，就是一类是属于痰，一类属于饮邪疾患，是吧？这个呢，我觉得它这个地方呢有啊，比方说内外和谐的，像浮饮就是这样的。那么呢，当我们讲了这条文和有关的这个方志呢，你会发现还是呢有一定区别的啊。所以这个首先来说，痰饮啊，这个含义上。因为在中医文献里面，特别是张仲景这篇开始，这个对饮邪为患的疾病，它实际上所赋予的含义呢有3个，一个呢就是给饮邪以这个哈这个命名，第二呢就是说呢它是一个病理性产物。第三呢，它又是一个致病因素。就是给饮邪，我为什么没说痰呢？因为既然要说到这个命名了，那么这个痰字实际上呢念啥呢？念淡啊，淡。当什么讲呢？是呢，水液流动的啊之貌。是水液啊流动的样子。所以在当时啊，这个张仲景对于咱们肺系能够咳出来的那种有形之痰，称之为什么呀？浊，或者是呢叫做浊唾，或者呢叫做吐浊，是吧？这在第7篇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它不存在着这个痰的这个概念啊。要说呢，念成啥呢？念成淡饮。所以你在天津啊、外台呀、啊，你所看到的它那个字啊，就有的写的淡饮。看着没有，有这样的字样，甚至还有人写这个淡饮。我们现在呢，张仲景这块他就给写成这个字样了。实际上呢，这个概念从命名上应当说，这个痰饮是广义痰饮啊，广义的这个概念泛指说它是广义，就是泛指饮邪为患的一类疾病，啊，也可以说呢，是四饮的总称，啊，四饮的总称。这四饮有哪些呢？一会儿我们涉及原文就会分析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泛指饮邪为患的一类疾病，也可以说呢是四饮的总称。这是呢为广义。我们篇名首先提到这个痰饮，就是广义痰饮。那么这个其中的这个呢，就是狭义痰饮了，啊，狭义痰饮。
那么作为狭义谈隐，一定是指隐邪停留在心下，这是他原文里面反复强调的，心下有谈隐，是吧？完了呢，谈隐在心下，这个呢就是指狭义谈隐而言。还有呢，此肠间有水气。所以关于心下的概念呢，我特别指出，就是因为他狭义谈隐的原文里面所提到的素胜金兽，水走肠间，历历有声，因此确定他的心下应该指胃和肠，是吧？那么作为心下的这个概念呢，包括我们学完这个金匮以后，你会发现他有的注家说他是在胸，在膈，是吧？包括在胃。我们认为呢，作为隐邪的狭义谈隐一定是在心下的胃，包括肠。我们在第九篇讲心痛也是强调的，心下呢是指胃啊，这胃脘的这个部位，所以不要被注家的那一些的认识呢所混淆。但在临床辨证的时候，你确实要根据具体病症具体分析啊，那个不完全基于这个字象。这现在我要讲这个广义狭义谈隐的概念啊，在实用内科学里面，那么他呢把这个谈隐的病名啊，更把它落实在是一种水液代谢失常所致的疾患，是指水液在体内运化输布失常，停积于人体局部的啊一类病症。这个呢，如果讲完痰饮啊，包括它的成因呐、临床表现呐、特别是当以温药合治这样的治疗原则，你就会看到这个痰饮的啊命名。为什么泛指隐邪为患的疾病，我是从张仲景的这个广义狭义之分这样来解释的，是吧？那么通过我解释狭义谈隐的这个概念，大家也会看到对于这个分类上有四隐之别，拿什么做诊断依据呢？一个是隐邪停留的部位，第一是用引流部位啊是一个标志，第二就是他临床所表现的典型病症，这两个依据是对痰饮病进行分类的依据，或者说临床诊断依据。现在呢，我说呢，既然是和这个水液相关，是吧？和水液代谢相关，我们已经复习过《素问》的这个经脉别论，对不对？在肺痿的时候曾经复习过，是吧？引入一味，是吧？怎么样的一个水液代谢过程？现在我想说的呢，因为竹石总满皆属于脾，对不对？那么讲外湿的时候呢，就是说他能够感受湿邪，必先怎么样啊？先有内湿，有脾虚的问题，是吧？有这个转输的这个功能啊，不健的问题，所以他才容易招致外邪。那么湿邪和痰饮之间怎么鉴别？又和将来我们要讲的十四篇水气怎么鉴别？既然都是水液代谢失常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我说呢，作为湿病，特别是外湿，它是少量的水分，是不是啊？是少量的水分粘着于肌肉关节间，这是在病位上。那么症状上呢，一定是啥呀？发热、身重、骨解疼烦，这个呢已经说了，就是主症上有它的鲜明特点，那才是外湿。现在我要说在水液代谢上的问题，和脾相关，内外啊这么一个情况，但是一定是少量的水分。那么作为隐病，作为隐病是指呢一定量的比较清晰的水液停居于人体的局部。所以刚才我已经举例了，狭义谈隐一定是这种水液停留在哪儿了呢？是心下、胃或者是肠。那么悬隐呢，一隐之隐怎么样？我们结合原文再给大家分析，一定是停居于人体的局部。由于停居的部位不同，临床表现不同，那一定呢要伴随着它的临床主症同时来做啊，这个不同隐病的分类。那么作为水气病，因为我现在是讲水液代谢的这个啊这个时长问题，水气病和隐病在病机的内因的上是有所啊区别的。那么水气病呢是大量的
更为清晰的。啊，水气病是以大量的更为清晰的水液泛溢于人体的四肢肌肤，所以它就是一个什么呢？浮肿的问题了，是吧？当然它也有什么四水啊，包括黄汗的啊鉴别。现在我要讲的就是在水液代谢的问题上更为严重，那么大量的更为清晰的水液泛溢于周身了，啊，周身肌肤之间。这是呢关于水液代谢方面，是吧？如果时常的话，会出现的相类同的疾病，那么由于病位不同、主症不同，那么命名也不一样，当然治法不同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外湿的治法一定得是什么呀？微发其汗，使风湿俱去也，对不对？今天要讲饮病的话，它的治疗原则，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。那么水气病的治疗原则，它要分腰以下肿当利小便，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。所以这个呢，对于张仲景的这个关于饮病的认识非常的系统啊，而且从理法放药脉因政治上论述的比较全面，对后世呢这个包括目前临床上从理论实践上有重大指导意义。所以呢有关命名的问题我已经提到了，有四饮的问题，对不对？狭义痰饮、悬饮、一饮、支饮、四饮。那么在这个条文里面还要涉及一些什么呢？就是有关命名，是吧？流饮呢、浮饮呢、微饮呢、沸饮呢，先给大家呢说一下这概念，到条文的时候就不再重复了啊。流，流而不去；浮，潜浮不出之意，是吧？这就证明啊，这个不管是流饮还是浮饮，它们共有的特征有四条：引流部位较深。病程呢病程较长，是吧？病势较重，还有是呢一般的药物难以攻除。一般药物难以攻除，这是呢不管是流饮还是浮饮共性的问题，有这四点，是吧？所不同的地方，作为流饮是流而不去，那么流饮呢分属于四饮之中，流饮浮饮的概念。要是说考试，作为本科生来说，你不能提笔就写流饮是饮邪，流而不去，分属四饮中，浮饮就是指饮邪潜伏不出，属于支饮的一个类型，就答完了了。必须得先说什么呢？它有四个共性，然后再说分别它是怎么回事。作为流饮分属于四饮中，结合条文我们会给大家解释怎么分属的，是吧？作为浮饮，既然是支饮的一个类型，它就属于素有饮邪啊，它潜伏不出，又被外邪怎么样呢？诱发，这个呢属于内外和谐啊，那看他怎么表现的啊，这个临床症状。这是有关流饮浮饮的概念。下面说微饮和沸饮。微饮呢就是我们条文里面的第十七条，苓桂猪肝汤主之，肾气丸以主之，第十七条原文它是特指呢狭义痰饮的轻症，所以短气微饮嘛，是吧？当从小便去之，因此这个微饮是指狭义痰饮的轻症。而沸饮的话，大家想引流部位在沸，应该是什么呀？支饮。那么对于支饮的轻症，条文说气脉平也，因此呢是支饮的轻症叫做沸饮了。这呢首先呢举例，而且把概念先清楚，它确实
赋予隐邪是一个命名的含义。第二，我要说病理性产物和致病因素的问题，这两者，我想呢，根据讲它痰饮的形成，或者说它的病因病机，自然呢就明确了，所以在这里呢不单独来解释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结合原文呢来给大家复习一下。首先看第一条，就是要突出解释痰饮的分类及主要脉证。问曰：浮饮有四，何谓也？师曰：有痰饮，有悬饮，有溢饮，有支饮。所以这个浮饮有四，这就指的偏名的广义痰饮有四种分类，有哪些？那么第一个就是狭义痰饮，然后悬饮、溢饮、支饮，是吧？问曰：四饮何以为宜？师曰：其人素盛筋瘦，水走肠间，粒粒有声，谓之痰饮。饮后水流在胁下，咳唾饮痛，谓之悬饮。饮水流行，归于四肢，当汗出而不汗出，身体疼重，谓之溢饮。咳逆息，短气不得卧，其形如肿，谓之支饮。这个条文呢，如果你不认真来学习这个痰饮篇，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深刻记忆。78年全国第一次招收研究生，就是北京啊，首先在全国啊率先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时候，考题里涉及金匮就是这个条文，就是四饮何以为宜，让你用原文来表述，你要解释清楚。还有一个大篇的条文，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篇第二条，辅人禀五常，记得吗？就是讲人与自然这样一个整体观，强调了早期治疗的原则和摄生保健的那个那么大的一部分内容。他出示了这个条文以后，让你分析，背不下来，但是你得把主要内容得解释清楚。所以金匮啊，学习啊还是很重要的，是吧？作为经典的基础，那么这些呢大的篇章，我们重点解释的内容属于一类条文的范围啊，请大家呢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。首先我们来说这个四饮何以为宜，我方才讲了四饮何以为宜，一定第一部分是在强调什么呢？饮停的部位，或者说呢叫做饮流部位，是吧？也就是说饮邪停留部位，我简称饮停部位或者说饮流部位。然后是它的临床主症，这个饮停部位你怎么说？它是在心下胃以及肠呢？就是结合后面比方16条苓桂猪肝汤是它的主方，它就说心下有痰饮。比方12条要讲呢痰饮的这个形成问题，也讲呢这个食少饮多，水停心下，甚者则悸，微者短气，都是在强调饮停的部位在心下的胃以及肠。那么主症呢就是其人，是吧？其人素盛筋瘦，就是得了痰饮病，狭义痰饮病的这样的病人，本来啊这个形体上还可以，倒不一定非得是脂肥胖，就是说呢还算健康的人的话呢，得了这病以后怎么样了呢？突出一个瘦字，体重下降啊，形体开始消瘦，这个机理怎么认识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，它是作为饮入于胃以后，是吧？作为脾气，它不能够呢，怎么样了呢？正常的是吧？转输啊，特别是不能化生精微物质来营养周身了，而变成了一种什么呢？病理性产物，不能化生精微就不能够充养机体，因此它就要瘦。这个瘦字就体现了呢，作为饮邪是一种什么呀？病理性产物，又是一种什么呢？致病因素。得了饮病，这种病理性产物它就会导致什么呢？临床的一系列病症。啊，患病了，这是素生筋瘦。那么水走肠间，粒粒有声，显然的是饮邪从胃流向哪儿呢？流向肠。啊，比方说要是具体来说，这水到底是在肠间还是肠中？按理说呢，这个水液特别是胃肠功能的这个异常的话，它是有肠鸣音的，对不对？
有的版本上写的碌碌有声。我看老百姓讲话说是响叽里咕噜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也不要去追究是碌碌有声对呀、啊、还是粒粒有声啊，意思是一样的，都是长鸣音，是吧？气过水声发出来的声响。因此呢，这个地方呢也来说明刚才我讲的引谐的流动貌，称之为什么呀？淡，淡引也。所以它这块也是清晰的啊，水液由胃走向肠间或者肠中，发出了一种粒粒有声。所以这个特点呢，就是虾夷汤饮，一个是瘦，一个是怎么样有声。这是这个条文里面对虾夷汤饮，从引流部位是吧，那么临床病症表现，实际上我们从中是分析了它的病因病机啊。这病机呢，实际上就是从这个饮邪作为它比较清晰的呢，是由于什么呢？脾运失司来的。脾运失司呢，它就不能够化生精微物质，不能从养机体，那么它就出现啊消瘦。这个临床实践的话呢，我觉得和西医学里面所讲的十二指肠痈之症是吧，十二指肠痈之症，大概得了病以后，这病人包括家属都害怕他是胃癌，很快的就瘦，完肚子哗哗响，不想吃东西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实际上呢是一种痈之症啊，痈之症和我们讲的虾夷汤饮也是一样的。所以这块的话呢，和胃肠功能的紊乱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胃肠的激化呢，我提到了十二指肠痈之症啊，这个比较相符。下面说呢，饮后水流在胁下，咳唾隐痛，谓之旋饮，是吧？这现在说的旋饮。这个饮后不是说喝了水以后啊，是得了旋饮以后，这种水液留在哪儿了呢？他提到的是胁下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看到了。这个如果和近代医学的这个 X 线片子你要一对照，咱们是胸腔腹腔啊得隔开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要斜下就得是腹腔的了，对不对？那个胸腔以上是心肺啊，那你比方说要是说那个胸腔积液的话，肋膈角消失一定是表示这个水液在哪儿啊？在胸腔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认为呢，它不应该是斜下，应该是什么呢？胸胁更为合理，不应该跑到胁下去了，是不是啊？旋饮这个特别起这个名叫旋呢、啊、是不是啊？是旋在中间的，旋在中间。所以人体的这个中间，我们现在一看，如果是结核性胸膜炎的那个胸水，包括肺癌出现的那个胸水，都是使肋膈角怎么样啊消失，所以应该是胸胁的啊。这个是对原文的胁下理解成胸胁更为合理啊。那么他为什么要和胸胁的这个部分呢？要这个联系啊？这个我们要分析一下。他这个说咳唾隐痛症状，咳嗽吐痰，而且当咳嗽吐痰的时候，胸痛呢怎么样啊？加剧。实际上是说了三个症，咳嗽吐痰，而且呢有胸痛，并且呢伴随着咳嗽吐痰的时候呢胸痛加剧啊，胸痛加剧。这个呢显而易见在病机上它要联系什么呢？一个是肺的问题。胸胁我们已经看到了是啥呀？肝，和肝相关，因为肝的经脉呀、啊、循行怎么样呢？就是不两胁的，肝脉不两胁。所以这个作为这个气机的话，它为什么要涉及肺和肝呢？因为中医理论里面呢，它讲的气机的这种升降叫做什么呀？左肝而右肺，这个气机失和了，那么因此呢，它就是特别是肺的宣降受到影响的时候呢，它肺气上逆，要咳嗽呀，要吐痰呢，当然这个和肺的气机有关系。那么关于胸痛的问题，因为肝脉不与两胁，所以呢多作为气机上和肝肺啊有关，当阻遏了呢肺的宣降的话，它会咳嗽呀吐痰呢、啊、胸痛的问题为什么要加剧？和肝它不能生，
肺不能降这种气机啊，升降失和啊相关。这是玄饮，饮水流行归于四肢，当汗出不汗出，身体疼重，谓之易饮。这个引流部位啊，它强调了是什么呀？饮水流行归于四肢，所以这个呢是指的呢这个漫溢了到哪儿呢？四肢肌肤，是吧？要说它和水气病部位是相同，水气病的话呢，那是更大量的。要说浮肿怎么样呢？非常明显啊，非常重。这个地方呢，他说身体疼痛就这样。那么四肢肌肤的这个部位，也可以说呢，漫溢周身的肌表，也可以这么说。因此，在主症上啊，这个就得是怎么样了呢？归于四肢，当汗出不汗出，身体疼重，这得在字里行间咱们得分析。归于四肢了，它一定得有四肢的什么呀？四肢肿的问题，因为这毕竟是比较清晰的水液啊，停聚在体表，因此得有湿，四肢肿，完了再有呢四肢疼重啊，他自己提出来的身体疼重。当汗出不汗出，它实际上呢，一个是表示它本身兼有无汗，使这种饮邪没有出路，所以它就是肿。还有一个呢，提示了作为易饮的正当治法就是应该发汗法啊，发汗法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在这个第一条里面，对于易饮的话呢，所提出的问题，临床主症应一定要补出是什么呢？根据引流部位，又要喝呢易饮。就是那个又要喝那个什么呀，水气病里面的啊，风水呀、脾水呀，要进行鉴别。身体疼重，疼也好，重也好，包括肿，肿重，正是说明它怎么样啊，湿邪为盛，是不是啊？水液嘛，已经呢漫溢到周身来，因此身体疼重，而且肿胀，无汗，这种饮邪没有出路，因此呢，它需要用发汗法来治疗。这个在病机的认识上呢，作为易饮呢，也是。它影响到水液代谢的问题啊，而且进于体表了，汗液也不能排，是不是啊？那么阳气呢就被阻遏，因为作为饮邪为阴邪，最易阻遏阳气，重的话呢是伤人阳气，所以阻遏阳气的话呢，阳气不行，就怎么样呢？表现疼啊、重啊，是吧？甚至不汗出而肿，这是易饮。最后呢提到的支饮。支饮直接说，咳逆以息，短气不得卧，其形如肿。这个呢，它和我刚才说的疼啊、肿啊、重啊不一样，这叫如肿，是不是啊？外形像是肿的样子。这个易饮和易饮呢是有区别的啊。支饮的话，根据它的这个主症，它没有直接提示它到底停在哪里。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说了，支饮的轻症叫做什么呀？肺饮，因此它的引流部位一定是胸肺，引流部位在胸肺，表现的主症咳逆啊，咳逆这个地方呢，包括短气都是属于呼吸的异常表现，呼吸粗迫呀，呼吸有一定困难呢。以息呢是什么呀？就是必须得怎么样啊？靠着东西啊，靠着背啊，靠着什么呀？那个半卧位的状态啊。那么不得卧也是证明还是躺不下，是吧？所以我说呢，他这种姿势实际上是顺应呼吸啊，特别是肺主气这样的一个正常生理功能，必须得是怎么样啊？向外、向下，是吧？宣发和速降这功能，他这样的一种平移呼吸，能够呢减轻他这种呼吸困难的状态。那么气形如肿呢，实际上就是气逆水也逆。气逆饮邪随之上逆，因此呢也肿。这是关于支饮啊。现在呢就一二条着重说明了，是吧？广义痰饮里面有四饮之分，那么四饮之别依赖什么呢？第一，引流部位；第二，临床主症。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四饮的主症和引流部位给大家讲清楚了，不重复啊，不重复了。那么关于如何产生的小病机已经提示了，关键在于脾运失司，是吧？
那么它不能化生精微，形成了什么呢？病理产物。它停聚在哪里，它就要阻遏那里的阳气不通，是吧？要出现一系列的隐停之后的临床主症。所以关于分类的话呢，这四隐包括我刚才又讲的流隐啊、浮隐啊、微隐啊、什么肺隐等等，它不是四隐之外又有的，一定都是涵盖在四隐之中的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。那它只不过是在命名上多种多样，是由于它引流的部位不同、临床表现的脉证不同而呢命名有所区别，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懂。下面呢进一步来解释，就是关于这个隐病的分类和这个临床表现啊，这几部分的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下说明就行了啊。一个是呢第三条到第七条，水在五脏的问题，这个呢大家熟悉一下就可以了，这个呢有临床意义。也就是说呢，当你看到这一类的症状呢，首先看它是不是一个痰饮病啊，是吧？这个呢水在五脏的症状实际上呢就是由四饮而推及到五脏，都是饮邪为害，是吧？那么比方说水在心，这就是指狭义痰饮。刚才我们讲狭义痰饮的主症里头有什么呀？素盛筋瘦、水走肠间、粒粒有声。我请大家记住，一个是瘦的问题，一个是什么呢？有声的问题。现在他给你补出心下兼珠，这个字不能念建筑的建，不是，不能念建筑的筑，应该珠第一音，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心下兼大家能理解，就是他将来要讲灵桂猪肝汤的那个呢，心下有痰饮怎么样？胸胁之满症。因为饮邪停留在心下的话，它是一种呢支撑胀满感，也可以叫做心下兼。那么心下有猪猪猪然而跳动，所以呢是心悸的表现，也就是说心下悸，这也是水气凌心所致。这是在如果波及到五脏的话，它给补出来水在心的症状，实际上呢也等于把狭义痰饮的症状补出来，有胸胁之满，有心悸的问题。第四条，水在肺，水在肺应该是支饮呢还是应该是益饮呢？啊，应该是支饮，刚才我讲了是吧，引流在胸肺，因此呢水在肺支饮的表现，这个支饮的表现应该是啥呀？他讲呢吐涎沫欲饮水，这个也非常符合临床。我们说老慢支那种病人怎么样啊？吐涎沫，清晰的痰非常的多，对不对？特别是虚寒肺痿，那不也提到了吗？上焦有寒，七口怎么样啊？多涎。欲饮水什么意思啊？菌不上乘，水液阻遏的结果，菌液不能够上乘，所以老是口干啊、燥啊这样的感觉，是吧？菌液不布的原因。第五条提到水在脾，少气深重，大家想它应该是什么症？至少呢应该是益饮，实际上呢狭义痰饮，因为引流在胃肠，少气深重，是吧？益饮和支饮呢也有这样的外后啊，也有这样的外后，因为你涉及到脾呀，啊，那么中气不足的话它就少气，而且呢肌肉呢肩的话呢湿盛，所以身重。这是呢脾主四肢，脾主肌肉，那么脾气的这个散精功能啊，包括它化生精微的功能都失常了，因此呢它要出现少气呀、身重啊，是吧？第六条，水在肝，胁下之满，涕而痛。刚才我们说悬饮，引流部位在哪儿呢？胸胁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它和肝和肺这个气机升降呢有关系，因此这块呢就是讲的悬饮了。当悬饮啊对五脏的影响出现的外后是什么样呢？胁下之满，
因为他讲的那个悬隐引流部位是在胁下，我已经告诉大家胁下好像不准确，应该说胸胁，这个是呢讲的这个地方和心下它是要进行鉴别的，对不对？狭义痰饮引流在心下，所以呢他也提到胸胁之满，我们说呢作为狭义痰饮的部位确实和胃肠相关，那么到心下位置这地方呢有支撑胀满感，而悬隐的话一定是怎么样啊，偏上一点的胸胁，那么也是支撑胀满感。涕耳痛，刚才我们讲的是什么呀？咳唾隐痛，讲了胸痛的问题。当他咳嗽吐痰的时候，使胸痛加剧。现在是咋样啊？打个喷嚏怎么样啊？都会使疼痛加剧的。这个呢，因此是还是在说悬隐的主症，同时呢又有呢轻重之别。心那个水在肾，水在肾的问题，这个实际上呢应该属于狭义痰饮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后面我们讲苓桂猪肝汤主治肾气丸以主治，那么呢尽管说是引流部位应该是强调在胃肠，但是呢和脾与肾的这个关系非常密切，因此当水在肾的时候病人会怎么样啊？心下悸，和刚才的这个是怎么样啊？心下猪意思是一样的。你比方下焦有水气，脐下悸，对不对？也是一种猪猪然而跳动的意思，所以它应该属于狭义痰饮的范围。这是呢水在五脏啊，水在五脏。那么这个地方呢请大家看一下暗语，水饮在五脏与四饮之间仍有着密切的关系，比如水在心肾与狭义痰饮，水在肺的与呢支饮，水在脾呢与狭义痰饮也可以和意饮，水在肝呢与悬饮，其正其治均有着内在的联系，不能机械的划分。所以我们到临床上看上这样的相关的症状呢，帮助你辨别什么呢？辨别饮邪停留的部位，帮助你呢在这个用方上是吧更有呢针对性。这是有关这个三条到七条，是在四饮的基础上，当它波及到五脏，临床所见的外候，来帮助你来体会引流部位的判断。这堂课呢到这里。